他腿线条很漂亮啊。是吗？九令，你来看看，我们来看谁腿比较细。九令其实也是个大瘦子，因为他是减肥狂。没有吧？还好吧。谁比较细？你细腻很低级，你在像谁比较细？你最细。OK， 麻烦你回座。你最细。你有没有主持人的风度啊？没有啊，我一直以来我都没有啊。哦，被小班班教过之后，现在整个多会跳。其实太长了，所以没有危险，你要拉高一点。差不多这样。有记者，先把他赶出去。是啊是啊，我最近要去法国巴黎了。呀，什么？你也刚回来？上次又这样。你乐嘉小拍拍教的，你手要在前面挡一下，这样才不会曝光啊。下次一起去啊！哦，我也很爱喝红酒，真的、啊，你也是啊。哎呀，我是不是还蛮投缘的嘛？叶林，他是不是有？他是不是像刘诗慧的感觉？他是不是有神经病？